今年的 CJ 车企用力都很猛啊，最夸张的非广汽传祺莫属了，直接搬了一架歼二十的模型过来，非常的巨大，远远就能看见，每个人路过啊都会发出惊叹，哇，飞机啊！还邀请到了 cosplay 的顶流卡琳娜来到了现场，那个排山倒海的尖叫声啊，可不比哪位流量明星差。不得不说呢，怎么会有一个女装这么美、男装这么帅的人啊？而且卡琳娜呢，人也超好、超 nice 啊，跟粉丝拍照互动，然后帮粉丝戴项链呢，都看得出来很用心，让其他没有抽到的粉丝都是羡慕不已啊。